他承接了全台湾各地方这些精神患者来到这个地方，他的人生是完全被改变的，他不仅仅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能够调整，他能够也回到社区，成为社区的帮助。我们社区的朋友们、家属们。 以及我们金帐的朋友们，随时利用这个服务，随时得到资源，解决到紧急状况的处理。请揭牌。我们掌声。北荣玉里分院聚集了花东医院和地方代表迎接精神长照服务中心的成立，这里提供了专业化的金帐治疗服务，也结合玉里社区精神长照社区示范据点和花莲金丝堂精神长照社区示范据点，开办一些课程，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展开稳定的生活。